今日是母亲节，在秀山动物园毛一定特别的妈妈，因负责照顾园区内各种的动物，对这些动物来讲，因就亲像是妈妈同款。一看到保育员去卖保育员母仔随我过想要生奶，就伫个大家趁拜六拜日庆祝母亲节的时阵，高雄秀山动物园即挂保育员无休困，一透早就到园区整理动物的房舍，准备饲料，因为即挂动物就是因的囡仔。总共有24位保育员，那其中有9位是我们的女性保育员。那我们保育员的工作，那其实就是来负责我们动物园大动物的每天大小事。今日要孔雀园内底，发经济的工孔雀当地开屏。秀山九个女性保育员当中，有一个和同事合作空军总司令的周泽如，就负责照顾这挂鸟仔等动物。伊的妈妈嘛是对秀山动物园退休的保育员，让伊自细汉就想要做保育员。回去有时候都会听到他讲一些动物的一些比较有趣的，还是说一些生病的故事什么，所以就启发了我很想要去照顾动物。我们要帮忙，就是他们妈妈可能就是不想照顾的小羊，然后要帮忙把它带大。我感觉动物做伙的时间可能比厝内人搁较久，虽然动物的生老病死可能让家己真艰苦，动物嘛咪教家己讲母亲节快乐。但看到这阵像个囡仔同款对家己生奶的动物，这阵动物妈妈就亲像摕到上好的母亲节礼物。记者陈环武，民调官高雄报道。